要不是当初你鲁子兄弟是拼死相救，哪有老夫我今天这60岁的生日啊？谁要敢给我浙江官员抹黑，我杨慕人那当然跟他过不去了。否则的话，我就白当了我这浙江的巡抚。这回。 是巡抚大人给我找的药，挽回了我一条老命。这救命之恩，恩比天高啊！等我好利索了，我就登门去谢巡抚大人的恩。你这辈子也得好好的记着巡抚大人的大恩大德。 辣椒妻子说他栽种的本地杭椒，辣死了他的爹娘和孩子。这案子转到你的手里，你这个混球，发现死了人就不明不白的抓了人，定了刑，然而你不吃辣子，你根本不懂它的属性。所谓杭椒，就是在江浙一带生长的辣椒。 它不比云贵川的朝天椒，没有特殊原因是不会辣死人的。谁知道那个辣椒西子是个刚烈女子，她在委屈、无助、无法辨别的窘境下，竟把自个儿的舌头咬断以示抗议。案情后来弄清了，也昭雪了。 可是那个能干漂亮的辣椒西子，却永远成了哑巴。这难道不是你的错吗？所以为娘今日就要让你尝尝这最辣的秋北辣翻天，让你永远记住辣的滋味，要让你辣在唇喉，刻在心里。 要让你时时刻刻的记住，为官要清正廉明，要牢牢的铭记，一时的疏忽，一念之差，就会伤天害理，就会草菅人命。这。 还是我。
大人，您哮喘病犯了，得吃药啊！辣椒没了，属下请您拿下。大人，您咳得这么厉害，不能再吃辣椒了，得吃药。 某人已经无药可救了。大人，那什么时候给余杭县发告谕啊？还发什么告谕啊？大人三天前不是说要去余杭开棺验尸吗？因为老夫人的病耽搁下来了，现在老夫人病好了。老夫人病好了，可大人的哮喘病又犯了，还是过些日子再说吧。回来。 有我聂司衙门的庭审笔记，一切早已真相大白。至于开不开棺、验不验尸的，都无所谓了。那大人是否已经下定了此案为冤案的结论呀？大人的成文一上，案子一翻，那刘希同和陈鲁的顶子可真就保不住了。你告诉我。 我为什么非得摘人家的顶子啊？这也不是大人要摘他们顶子，这是我大清的王法哟。王法？在这里，他杨昌俊就是王法，他就是天。您的话我有点不大明白。这里的一切都由杨大人说了算。我要想翻案。 就得把陈鲁和刘希同的顶子给摘下来。可是这两位都是杨大人的下属，也是他两湖派的人脉。你说我为什么非得摘人家的顶子啊？再说，杨忠诚也是我们蒯家的大恩人，我蒯某人不能知恩图报。 可我也不能跟我的大恩人为敌吧。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在这个时候，我还是不去动这些地方官员的神经为好。我只能跟杨乃武和小白菜说声对不住了。 来世，来世蒯某人再为你们洗，洗。<笑>
敢问，老夫人的身体好多了吧？哎呀，你看看，真是遇上虚惊。如果那旧病的药丸再晚到一两天的话，哎呦，管大人，您咳得厉害，着凉了吧？摆什么臭，咳死你拉倒！ 哎呦，快，大人，刚才是我心里说话，都让您听到了，您真是神仙了。今天是三司会审，你来干什么？哦，巡捕大人让我参加会审，我当然带来了。陈知府，中丞大人说今天是三司会审，请知府大人先在耳房候讯。候讯？我老陈也没犯罪，我候什么讯呢？哦。 钟丞大人说，今天是三司会审，有关案件的某些细节，有可能要当面问问大人。老夫人，东西买回来了。哎，快让我瞧瞧。这是杭州城里买的最好的料子了。 是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人家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得好好报答人家。你说，拿金呀银呀的谢人家，倒显得俗气。我要是亲手做一双棉鞋，表表我的心意，想必那巡抚大人呐，一定不会拒绝。老夫人想得周到。哦。 老夫人，刚才衙门口有人在泼妇骂街呢。骂谁呀？好像是。哦，没骂谁，没事儿。老夫人，您今天就要开始给巡抚大人做鞋了吧？秋莲，你怎么话说一半啊？快告诉我，大门口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衙门口。 有个妇人在，是不是有人在骂老爷？他骂我儿子什么？他好像是说，
老爷昧了天良，明知有冤，还是维持错判，说他弟弟要人头落地了什么的。我想，一定是那个泼妇冤枉了我家老爷了。走，我家老爷可从来不会判错案的。走到大门口去看看。别，老夫人，您这身子骨。走走，乡亲们，你们想想，这个案子明明是漏洞百出，可是他们一级级的官府衙门就是视而不见。我弟弟杨乃武，真的是比窦娥还冤呢。开始，我们听说这位聂四大人是什么当世的宋提刑，我们对他是抱着天大的希望的。在堂审中，他明明是审明了我弟弟的冤情，我们以为这次遇上了清官能吏，这次一定平反有望。可谁知啊，他明知道我们有冤，可还是维持了诬陷的原判。他的心真是比余杭县、比杭州府的还要狠，还要黑呀！住口！天下事有理讲理，你这么泼妇大骂，真是让人听不下去。你是谁？我就是你骂的那个人的母亲。来了一个护犊子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既然你是蒯大人的母亲，那我要对您说一句，老夫人，你养了一个没有人性、没有天良的狗官儿子。你如此语言刻薄地辱骂我的儿子，难道我儿子真做错了什么？做错了什么？何止是做错了什么，他是在制造冤案，冤屈无辜。不可能！你说我儿子制造冤案，冤屈无辜，这绝不可能！我老婆子今年70岁了，我敢用命保证我儿子做不出那样的事情。你不信？不信你就问乡亲们。浙江按察使署是不是清官衙门？是。你不信是吧？你不信是吧？那好，我今天就撞死在这个清官衙门前，我让乡亲们看看这个衙门到底是清还是脏。哎，三爹，三爹！啊！潘大姐，潘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！你不能这么想不开啊，潘大姐。杨大人的院子好气派啊。蒯大人见笑喽。哎呀，范台大人，聂四大人，杨大人，咱们本着对遇事高度负责的宗旨，今天老夫召集二位来，是想就杨乃武与葛碧氏通奸谋命案进行一次三思会商。按我大清朝制嘛，凡经过我们三思复审定验的案子，那就是终审判决呀。啊，正因为我等三位是决人生死的最后一关，那必须得慎之又慎，丝毫马虎不得。毕竟嘛，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。如果我们稍微出了一点差错，让无辜者是蒙冤受屈，别说对不起朝廷，对不起皇上，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呐。好，好啊，忠诚大人说得好啊。杨大人说的在理。哎呀，几十年了，老夫我是从战场到官场，我总结了一条经验，就是为人在世，千万做不得亏心之事啊。
否则的话，这一辈子就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，受到良心的责备，这日子过得就没滋没味了。对对对，啊，这个，哎呦，扯远了，扯远了。好啊，咱们是话归正题呀。啊，嗯。关于这个余杭县，这关乎到两条人命的案子，咱们不管他府县两级是如何定罪，到了我等手上，那就得精推细求，据实而断，不成信验。啊，他余杭知县可以判错，啊，他杭州知府也可以判错，因为那不是终审呐。可是到了我等手上，那丝毫马虎不得了，不能出现任何差错，因为咱们是终审。嗯啊，所以呀，蒯大人，嗯，你怎么生病了？杨大人，没事。蒯某人从小患了这个哮喘的顽疾，一着凉老毛病就犯了。没事没事，你看，嗨。都怪老夫我事先不知道啊！你说这怎么能让蒯兄抱病啊审案呢？是啊是啊，我看还是这样吧，还是等蒯兄把病养好了，咱们择日再审。是啊是啊，咱们择日再审。哎，蒯兄，你咳得这么厉害，今天就别勉强了。不，蒯某，实在是不能因为小疾而耽误了大事，要不二位大人，就有劳您二位了。蒯某先行告退。不行，这可不行啊，三思会审，三思会审嘛。缺了你蒯兄，那还叫什么三思会审啊？我看呢，还是等养好了病再审吧。嗯，哦，这样吧，如果因为蒯某的这点小疾而改了日期，我这心里也不安呐。要不我再坚持坚持。您继续，您继续，何大人请坐。好，蒯大人抱病复审，着实令杨某感动啊。那咱们就继续。此案已经经过按察使蒯大人的亲自举审，那咱们就请蒯大人把这个复审的情况向咱们介绍一下。好好好。哎呦！哎呀，这蒯大人病得如此厉害，那老夫就来照本宣科念一念这聂司衙门的判词吧。啊，在这儿啊，好。原审证据确凿，无枉无拦。维持县府原判。哎呦，蒯大人，你竟咳出血来了！哎呦，啊，不行，病得如此厉害，马上就医呀！来人，快请胡姓余堂的郎中来，快去快去！杨大人，不必了，我带着药呢。您瞧，你这是什么药？哎呦哎呦呦！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咳得这么厉害，你怎么还吃辣椒啊？就是，你这可真是，这别看这小小的辣椒，对蒯某人而言，它就是命。那不成，啊？何大人呢？反正蒯大人把他对此案的态度都写到呈文上了，我看不如让蒯大人先退吧。哎，是啊是啊。蒯大人，你还是尽快回家看郎中吧。那就上问两位大人，关照蒯某，蒯某先行告退了。好。大人，大人，你就看看我这双手吧。
先前的县审和府衙的招供，完全是他们严刑逼供、屈打成招。民女实在是熬不过酷刑，才会违心误判。民女求大人明鉴。我总算看到了。你看到什么？我总算青天了。这么早就回来了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？哦，没什么事儿。这怎么回事？刚才杨乃武的亲属到衙门口闹事儿了。要说那个杨大姐也真是个烈性子，她死人了？没有，当时是昏死过去了，可后来还是醒过来了。来见我。好的。起轿。老爷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可又出去了。他又去哪儿了？说是去城隍庙烧香去了。亏心事，感到内心不安了。老夫人怎么知道？因为他是我的儿子。啊，对对对，母子连心。你快去前院盯着，老爷回来立刻让他来见我。是。何必呢？您不是病着吗？行了，你们都在山下等我，别跟着我。哦，这位施主可病得不轻哦。在下从小患有哮喘顽疾，每每发作有个十天半月也就好了。敢问施主因为何事感到亏心？什么什么亏心？要是老僧没有看错的话，阁下该是个官绅。又如何知道？这城隍菩萨生前是个清官，在世时平反过不少冤狱，所以大多来此烧香还愿的都是两种人：一种是家遭奇耻大冤的，想求菩萨保佑早日伸冤昭雪；另一种是办了错案，冤屈了无辜的官家，
想对城隍菩萨忏悔过错，以求精神解脱，心理安慰。施主恐怕是后一种吧。大师身居庙宇，一定是阅人无数，可您这次可能是猜错了，我只不过是一个路过杭州的商客而已，来此烧香只是祈求菩萨保佑我生意顺达，多挣些银子。人到心诚则灵，施主要是在菩萨面前还言不由衷，又如何求得菩萨保佑呢？我的确是一个路过的商人。既如此，老衲就不打扰了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你们看着我干什么？知道，我知道你们都在笑我，笑我的愚痴，笑我的执着，笑我无谓的坚持。可我这么做不对吗？啊？我这么做不对吗？我只不过希望。这黑的就是黑的，白的就是白的，难道我这么做是错的吗？我这么做是错的吗？我是被誉为宋提刑在世的蒯和孙蒯大人，可我就像一个木偶似的，被一双双手推着拉着牵着拽着，一步一步地走向这心口不一、是非不明的泥潭浊水之中，不能挣脱，无法自拔。在世的时候可是个断案如神、清正廉明的清官能吏，你不能这么看着我，你得给我指点迷津的。我知道了，你不说话，你不说话就是明哲保身，无功也无过。无作为，无作为呀，无作为。可你们什么都不做，老百姓还要你们干什么？
秋莲的爸爸从乡下带了些新鲜的杨梅，想你回来一块尝鲜。娘，我还以为你派人找我有什么急事呢。不知好歹，这东西生津润肺，对你的哮喘有好处。儿子，今日公务是否繁忙？还好。你操心，孩儿刚来杭州，人地生疏，很多事儿总要捋出个头绪。对对对对，轻重缓急，我儿自有分寸。不过，爹娘还是得提醒你啊，这南方不同于北方，这民风民情要细心的体察，凡事都要将心比心。为官最重要的就是手里的一碗水要端平，知道吗？哦，孩儿记着呢。嗯，哎，吃，快吃。赶紧去。吃了您给我准备的杨梅啊，一下子就好了。嗯，快吃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大人，我扶着您。老夫人大病初愈，别把我吐血的事儿告诉他老人家。知道了。老爷，您总算回来了。你在等我？是老夫人在等老爷。有什么事？老夫人就说让您一回来立刻就去见她。娘，您叫我。坐下。哎，还记得那盘辣椒吗？孩儿记着。您瞧，我都带着呢，每天我都吃上几颗，引以为戒。为娘当时做的也可能有点太过苛刻，那是怕你为官不正，害人害己。娘清楚，你从小就有哮喘的顽疾，是不能吃辣。可是谁知道娘的心呐？那辣椒辣在你的唇舌，就如同辣刺在娘的心肝呐。假如我儿为官不能够清正廉明，你的唇舌就如杀人的利刃，就能误杀一个个平民百姓的性命。娘让你吃辣椒，就让你每日辣身辣心清醒，可是你却辜负了娘的一片苦心。你吃那辣椒还有什么用啊？娘，孩儿谨言慎行，都记在心里。您是不是听到什么了？我是亲眼看到了。你看到什么了？喜悦。我看见了鲜红鲜红的血呀，那是因为你判下了冤案。这是公务上的事儿。公务上的事，为娘不能过问是吗？不不，孩儿所有的事情，娘都有权过问。好，既然我能够过问，那你就对着朗朗晴天，
对着你父亲的在天之灵，我问你，这个案子究竟有没有冤？我头顶着一片天，还是背着一座山？云开日出，我还能不能看见？茅草高高，大树矮，矮就是高，高就是矮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我头顶着一片天，还是背着一座山？山高路远，我还能不能走完？流水湍急，行船慢，慢就是快，快就是慢。我的今天是哪一天？一条条路，一座座山，山，我在那片云的下面。